我是凯莉。凯文。我是小凯文。我们今天拿着指尖陀螺一起来点缀 T 恤衫哦。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玩吧。开始吧。哎。哦，小凯文你可看。这个是眼睛呢。哦，小凯文你看，这是指尖陀螺的眼睛。哦，凯莉你怎么哭了？啊，你们看看我的 T 恤衫呀。衣服怎么弄脏了呀？这样了，好脏。我拿着涂料丸的时候洒在衣服上了，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哦。哦，真的吗？啊，这样的话只能把衣服扔了，没办法哦。哦，小凯文和凯文干什么呀？这个是指尖陀螺，我们一起玩吧。我没有心情玩。这个很好玩，但你也试试吧。真的很好玩。哦，真的很酷。啊，凯莉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绝妙的主意。是什么？家里有不穿的衣服吗？哦，有啊。就把它们拿过来吧，我们五分钟后见吧。为什么？为什么？快点快点。知道了。凯莉啊，你们来了。你在干什么呀？不是要把家里不穿的衣服拿过来吗？你要制作面包吗？不是啊，把衣服都好好拿过来了吗？哦，这里看，这里的话有丙烯颜料，还有水，最后还准备了魔法指尖陀螺，一切准备就这样就绪了。有可能会弄脏衣服的，请带上围裙和袖套吧。凯莉提前带好了，是不是很棒啊？我们也带上了。哦，太好了太好了。那么凯文，这是你拿过来的吗？对，是这件吧。凯文的 T 恤衫准备好了的话，请把你所喜欢的颜色告诉我吧。凯文呢，喜欢白色。你喜欢白色呀？挤在纸杯里面。凯莉，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一定要用这个颜料吗？这样呢才能把颜色染得更好更漂亮的。然后把水倒进去。凯文，把刚才你们玩得很开心的指尖陀螺借给我一下吧。好的，我有好几个呢，给你。哦，转得很好，在这上面我们用一下吸管来吸一下，噔噔噔，把白色的丙烯颜料滴下一滴，这儿也滴一滴，接着下来呢，看好了。好了，滴完了，来看一下吧，大家都看好了。哦，这颜料，哦。那么小凯文用纸板挡住脸吧，我要转动啦。啊，慢点转。好的。哟，凯文。哦，出现了花纹了。是吧？哦。用魔法指尖陀螺转动的时候，会把颜料溅到四处的。刚才转的不够猛，这次要用力点，这样花纹更漂亮。哦，这样的呀，凯文，我也想要看。把这个挪开就可以看了。哇！接下来呢，凯文，这个还没有结束。我们刚才这样子转动了。哦。指尖陀螺，你来转动，我把颜料滴下去的话不一样。哦，真的吗？不一样感觉。水滴都散开了吧？哇！哇，好漂亮哦！我去看看。哇，真的很特别啊。凯莉，我有一个好的想法。是什么？在这个指尖陀螺旁边放着另一个指尖陀螺的话，两个重叠，会不会像一个宇宙呢？会像的吧。那么凯文，这次我们用蓝色试试。蓝色一定更自然的哟。哇哇，太美了哟。有白色，有蓝色，是的，在一起更加的美妙了。是的，小凯文，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我喜欢黄色。黄色，黄色。当当！哇！我们再做几次的话，更可能像银河系了。那么我们再做几个吧？看起来很像太阳。好哦，好厉害啊。哇哇，真的好美妙啊。真的做得太好了。这里好像有点空缺哦。有点。那么
让我用贴纸来装饰吧。哇，鼓掌！还是小凯文想得周到呀。小凯文，那么我们要把贴纸贴上去吗？是。真的好看呀，朋友们，给你们看吧。真的很漂亮。是不是很好看？太美了。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衣服漂亮的点缀好了。接下来呢，像这样，凯莉想在衣服上画上彩虹。好的。好吧。那么这次银河系风格，凯莉要做件事，宇宙风格，凯莉去把衣服拿过来了。那把这个衣服要晾干。好。当当，我把 T 恤衫拿过来了。我们在凯莉去拿 T 恤的时候呢，准备了不同颜色的颜料了。哇，红、黄、蓝、绿、橙、青、紫，还准备了粉色了呀！哇，凯文，小凯文，我可爱的小凯文。因为凯莉很喜欢粉色，当然缺不了粉色哟。啊，谢谢啊。那么把凯莉的 T 恤放在中间，请来观赏哦。不过凯莉，啊，这次要做什么呀？凯莉想在衣服上画上漂亮的彩虹哦。说明一下方法吧，把指尖陀螺放在中间。慢一点转动，能画出小的；快一点转动的话，能画出大的彩虹，就是这么简单的。你要帮助我一下，好吧？好。哇！哇！漂亮是漂亮，但是不是凯莉想象当中的彩虹哦？我想是红、黄、蓝、绿、橙、青。这样的彩虹，我有个好办法呀。什么？凯莉把那边的颜料用手就这样用手画上红黄蓝绿青橙紫的彩虹不就可以了吗？啊，是啊是啊，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噔噔，拿过来盘子，把颜料撒在盘子上面，用手掌画一画就可以了。哦，好主意。那么凯莉开始一个一个来吧。哪个？当然是啊，不过小凯文估计会想要这个颜色，我就做红色吧。好，这个给你。小凯文，你要蓝色的？太好了。那么我要使用双手了。好的，那我们从谁开始呢？一起来怎么样？好了，一二三，耶呀，一二三之后把手挪开，一二三，二三，哇，太漂亮了，大家看呢，真的手好大，有这么大呢？是吧？小凯文的手掌比凯莉小呢。妈，我是小朋友啊。因为是凯莉的衣服，所以凯莉的双手也印得特别好看。啊，是凯文帮助我，所以这样漂亮的。谢谢夸奖。但是呢，这里呢好像很空，显得太单调了。所以凯莉准备了一样东西，想知道吗？还有，什么呀？哒哒。哇，准备了Home Pick贴纸，把它贴在衣服上，真的会很漂亮的。凯文，你喜欢哪个？凯文要吃好吃的沙冰。沙冰哦。小凯文呢？你喜欢什么？我呢，喜欢可爱的兔子。那么我要把这个虾子贴上去。凯文，你去看看衣服有没有晾干吧。好，等一下呀，让我看看。朋友们，衣服干了。凯文和凯莉的 T 恤点缀得很漂亮吧？大家看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把衣服穿上试试吧。好的呀。咔嚓。哦，真的好神奇啊！哦，凯文你好帅哦。凯文的衣服很帅吧？哦，这个就是2017年流行的宇宙风格哟。凯莉的怎么样？哇，好好看呀，但是这个不像彩虹，更像这个像撒上了冰沙。没错。你说什么呀？不准笑。没错。这是凯文给我做的呀，你应该负责。不管怎么样，很有特色，很好看呢。嗯，很想沙冰的颜色呢。是这样吧？哦，凯文，小凯文，今天我们用魔法指尖陀螺点缀了 T 恤衫，觉得怎么样？非常好玩，弄出来有特色的衣服，觉得很好玩呢。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神奇。哦，对了对了，小凯文的衣服下次我再给你做吧。好嘞。那么凯莉、凯文还有小凯文，下次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玩的游戏哦。再见。Woo!